来到买手的真实世界，我们买手才是真正的撑起了整个时尚市场的走向。所以我当买手，因为我想尝尝决定别人命运的滋味。就你这水准还敢自称买手，你也真有点输。最初级刚入门那种，我失业又失恋，已经无路可走了，所以我想赌一把，改变自己的人生。还以为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当买手了是吗？更别提怎么个自来熟了。如果你没有最起码的热爱和激情，你永远都不可能打开时尚的大门。你们的世界太高级了，我不懂，你只会用俯视的眼光看我。难道激情只有热爱一种形式吗？难道执着不肯是另外一种激情？让我好好学学怎么当一个买手，要不然我永远都不会甘心。有眼泪的存在，起码能证明之前的伤感不是虚幻。我真的很想做买手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要做买手，并且是最棒的那一种。